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同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99页，599页，倒数第六行看起，品题皆曰作佛。请看品题，借愿作佛的事。下面黄念老有品题的介绍说明。我们看注解本品。佛经来到中国，翻成中文，这里面分的大分都称为品，品相当中国篇章，它是属于一类的，那么这一品经。为见于汉唐两古矣，无量寿经原译本有五种，这一段经文汉译的有，吴译的也有，那么其他三种里头没有这一段。这就说明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梵文经本不相同。那不相同的原因说明佛不是一次说的，如果是佛一生只讲一遍，传到中国的梵文本应该相同。确实，其他的经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只有无量寿经出现。传到中国的梵文版本，里面差别很大，这就是很大的差异。怎么会这一段没有了？说明释迦牟尼佛在世讲无量寿经呢，不只讲一次。我们中国祖师大德根据这五种译本现在留下来的，无量寿经在中国有12种译本，7种失传了，找不到了。只剩下这5种，5种收藏在大藏经里头。
这五种从他这个重大差别判断呢，至少是三种不同的文字。那么换句话说，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世曾经讲过三次啊，积极的时候才会有这种情形啊，这说明世尊在世多次宣讲，这很特殊啊。那么失传的七种本子不见了，如果要是在的话，可能还有，还会发现啊，有四种五种都有可能啊。所以古大德啊，不能随便说，没看到，没有证据嘛。所以说世尊在世对于宣讲无量寿经是三次以上啊，三次是有证明的啊，还有古迹可能呢佛还不止三次，那么说明这个经确确实实是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啊，度众生的第一经啊，只有这个经这个法门能普度众生。那品中啊有两要义啊，在这篇经里头给我们两个启示啊，这是两个要义。第一个是阿舍王子啊，等闻经欢喜，发愿成佛，汝阿弥陀佛，世尊即为证明。再说这么一桩事情啊，当时在世是阿舍王的儿子，不是阿舍王，阿舍王的儿子，阿舍王子啊，这些小朋友有五十人啊，那用现在来说呢，是高官子弟啊，阿舍王子带头。跟佛有缘啊，佛讲经啊，他们都来听，讲无量寿经他也来了啊，这一会里头他们有他们参加啊，出现在两种本子里头啊，汉译无译。那么其他本子没有这个记载，可能是佛另一次讲这个经，这一经这一会里头没有他们几个人啊，所以才会出现这个差别啊。听说佛讲无量寿经，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就非常欢喜，发愿成佛。他们听了之后就动了一个念头啊，希望自己能往生到极乐世界啊，将来呢跟阿弥陀佛一样。动这个念头没说啊，佛有他心通就晓得了，佛给他们受记证明，你们将来一定如愿以偿。这是给我们做榜样啊，视为启发我等。今日得闻此经呢，也要像当时阿舍王子要发起大愿。那我们不能白听了啊，极乐世界这样的美好啊，真的是许许多多众生的向往愿望，能有这么一个好的修学环境啊，这个环境
法藏菩萨在极乐世界已经建成了，已经在那里教了世界了，这个世界度生无量无边，我们应该像阿舍王子一样，不能空苦。那么第二个意思，佛说是诸王子。这50个都是朝廷这些高官大将他们的子弟跟着王子一起在学习，这就是下一个朝廷培养底下一代。这个制度非常之好，古印度有，中国也有。佛告诉大家，这些王子已于无量劫中行菩萨道，这些善根福德因缘非常深厚，不是这一生的，过去生生世世都是佛弟子都在修菩萨道过去生中即佛弟子，今佛相知，他们跟释迦牟尼佛有缘分释迦佛是他前世的老师，现在又碰到一起了此表一切诸法不离因缘如果没有因缘决定遇不到遇到也不会相信遇到能够生欢喜心，都是过去生中有缘分因缘，我们有参考资料这是从唯识名词字典里面揭露的唯因语言的并称，唯识中所立的四缘之一唯识成一切万法的发生有四种缘四缘具足，这个事情就发生了。下面解释因为引生结果，直接的内在原因，缘呢是指外来相助的间接原因譬如植物我们种个桃树，这一棵树的因是桃核种子是长成这个树的清因缘这是清因缘呢，是助缘助缘呢，这个种子它的种子它需要土壤，需要肥料，需要水分，需要阳光，那这通通是它的缘那么这些外缘通通具足，这一棵桃核它就会长成小树，再长成大树，将来也会开花结果这用这个比喻就是一切法清因最清净的
才称为因。啊，其他的必须不能缺少的，啊，这叫外缘，比较疏一点，疏远一点。说一此啊，因缘又有内因外缘，啊，这里的就有亲疏的关系了，啊，下面说亲疏，啊，亲是因，疏是缘，有这些称呼，啊，广义而言，因意为因与缘，啊，包含内因与外缘。一切万有啊，皆由因缘之聚散生灭，称为呀、啊、因缘生。简单的呢，称为缘生，啊，缘生就是因缘生。啊，因为因是缘里头最重要的主要一个缘，称它做因。啊，称为缘生。也称为缘起，起是生起的意思，啊，佛经上有这么多的说法，啊，但是都说一桩事情。因此，由因缘生灭的一切法，称为因缘生灭法。那么，因缘生灭生灭法就不是真的，啊，而因而由。因与缘合合所产生的结果，啊，这称为因缘合合，啊，一切万有皆由因缘合合而假生。这“假生”两个字要注意到，啊，它不是实在的，它是假的，啊，无有自性，自性就是自体。它没有自体，此皆缘起性空的道理。啊，凡是缘起的，它都没有自性。啊，所以叫缘起性空。我们再看下面这个文。若以烦恼为因，啊，那么这是讲有情众生怎么来的？啊，我们怎么来的？啊，是烦恼为因，业是缘，啊，业是造作，能感应迷界之苦。这个迷界就是六道轮回，啊，以智为因，以定为缘，则能召感悟界之果。悟是觉悟，开悟了。啊，这是哪里呢？四圣法界。啊，六道是迷。四圣是悟，因缘又名亲因缘，是一切法生起的主要条件。啊，事实上就是第八阿赖耶识中能生起现行果法的种子，讲阿赖耶的种子。种子从哪里来的？种子从业来的。啊，我们起个念头，这个念头叫业。啊，无论是善业，是恶业，这个念头呢？起了之后，在阿赖耶里头就变成种子。种子遇到缘，它就起现行。啊，譬如说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念这一句，阿赖耶就一个种子；念两句就两个种子。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无量无边，我们无始劫来生生世世，你说起多少念？那么这个念，现在我们才明白，以前都含糊笼统。这个念头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秒钟有多少个念头？1600兆。每一个念头在阿赖耶识都形成一个种子，阿赖耶种子无量无边，无尽无数。佛经上有说，如果这个种子要是有形象，要是有个物体的话，它再小再小，像现在这个科学发现的微中子，佛法讲极微色，即微之微。如果它是这样东西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阿赖耶识的种子，正净虚空都容纳不下。那么阿赖耶种子不是物质现象，再多它没有现象，它真有。遇到缘，它就会起现象。这个地方举的例子，染净，就是迷跟智，迷就是染，智是净，清净，举这两个例子。所以我们念菩萨名号，念佛的名号，这就是佛的种子。将来遇到缘呢，你就能成佛，成菩萨，成佛。那我们起心动念，这个动念是凡夫都是贪嗔痴慢疑。内有烦恼啊，贪嗔痴慢疑是烦恼啊。外有缘，缘是什么呢？色声香味触法，外面有这个东西。因缘一聚合了，就引起你的这个根尘相应的时候，人就生起贪嗔痴慢疑。那么贪嗔生起这个就造业了，起了贪心欢喜，不欢喜起嗔恚心，厌恶。这个念头一动，阿赖耶就有个种子。不要小看它，将来遇到缘可真有麻烦了。所以佛教我们要把这些因根缘要看破，知道它不是真的。你不知道它起作用，知道呢，知道它不起作用。不起作用就是它的缘断掉了，缘断掉就不能结果。我这里有个桃的种子，我不想要它长成桃树结果，我把它放在玻璃瓶里头。放100年，它也不会发芽。为什么？它没有缘。所以因不能断，断不了的。阿赖耶的种子，刚才讲了，它根本不是物质现象，你找不到它，找到它也没办法。所以这个因很厉害。但是缘呢，自己可以控制。我们阿赖耶识里头什么因都有。那我们今天发个愿，我们要佛的这个因让它成熟，跟它加增上缘。
啊，那我们信佛，我们发愿往生，我们念阿弥陀佛，这就是给极乐世界这个因呢，把它补缘，给它补足，啊，那么将来起作用，就是极乐世界现前，啊，我们如愿以偿，往生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就这么个道理。啊，如果亲情放不下的，啊，你比如说是这个祖父母，啊，疼爱他的孙子，啊，时时刻刻放在心上，他要是不能舍弃，啊，非常疼爱，将来死了之后，啊，会变成他孙子的儿子，那就投胎去了，啊，或者变成他孙子的孙子，很多。啊，所以这个不能不放弃，这什么？这都是善缘，好人，没有做什么坏事的，来生还到人道。啊，如果是恶缘的话，来生到畜生道，到恶鬼道，到地狱道，可麻烦可大了。啊，三恶道进去很容易，出来很难。啊，出来之后，你看《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啊，还有恶道的习气，啊，特别是鬼道跟地狱道还有习气，啊，那就常常造恶业，所以死了之后又回去了，啊，地狱里面出来，真难得了，啊，人间寿命不长啊，几十年之后在地狱才一天不到，啊，这个人又回到地狱了。所以地狱小鬼看到摇头啊，你怎么出去没酒又来了啊，地狱的一天过去，李老师在大专佛学讲座讲六道轮回啊，他告诉我们，地狱一天呢是人间1700年，啊，你就想想看，所以地狱小鬼看到地狱众生罪受满了，啊，好像监狱里面徒刑一样，刑期满了，放你出去，出去一会儿打个转，他又来了，真是这个样子。啊，习气很难断呐！啊，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要勇猛精进，决定不能含糊。啊，一定要在这一生当中成就。啊，那就是跟极乐世界的缘，一天要比一天加深。啊，世间的缘，一天一天淡薄，啊，在这个世间，我们要表法，啊，表什么呢？断一切恶，修一切善，给人做个好榜样，这就是威仪有责。啊，断恶修善都不要着相，这个不着相，我们用一句俗话来说，大家容易点懂，就是不要放在心上。啊，断恶不要放在心上，修善也不要放在心上，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这就对了，这才叫真正修净业。啊，断恶修善放在心上麻烦了，啊，恶永远断不干净，
你得有念头。啊，那善修的时候，将来一定三善道受果报，出不了六道轮回啊。纵然得人身升天了，不容易遇到佛法。啊，往生成佛的机缘很难遇到的。啊，所以遇到啊要珍惜。这一篇经文真正用意啊在此地。啊，要我们珍惜。幕后这一句《成唯识论》卷七有一个简单的说明，因缘为有为法亲自变故，此体有二，第一个是种子，第二个是现行。啊，这都是清音。啊，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这叫有为。啊，我们细细观察这一切法里头，啊，一切人，一切物，啊，不，我们今天讲的动物、植物、矿物。啊，全都是有为法。啊，山河大地有成住坏空。啊，不必很远呢，我们一生能看见的。我小时候住农村，距离我们住的小茅棚草屋，啊，现在这种屋在国内很少见了，啊，可能还有，啊，距离我们住的这个小房子，啊，大概有一里路远，啊，是一个湖，这湖很大，叫白湖。啊，小时候我们常常在湖边上玩耍的。啊，我在2005年回到老家去，啊，到乡下去看一看，山还在，印象还有，山的形状，湖没有了。啊，湖现在都变成这个耕田呢，变成农村，湖没有了。这古人讲沧海桑田的变化太大了。啊，看到是感慨万千。啊，小时候这个湖边，我们邻居啊，是一个大家族啊，所以中国古代的家庭我还见过啊，这一家人家姓王，兄弟十个没分家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的家大概有100多人，这已经很衰了啊，抗战胜利之后没有了。一片瓦都找不到了，都平地了。啊，那么这家人都散了。啊，所以我对于大家庭印象深刻。啊，10岁之前，我在那里住过7年。啊，3岁到这个村庄，10岁离开的。啊，所以印象非常深刻，啊，看到大家庭那个现象，
他们家里有家学，有私塾，他们家有个祠堂，很大，很有规模。啊，我在那个私塾，好像念了半年的。啊，对那些规矩还记得一些。啊，老人，那是这落叶归根，在外面工作，啊，退休之后回家养老。啊，祠堂里面是茶馆，也有说唱艺术。啊，我们这小朋友，啊，我们太小了，啊，十几岁小朋友就常常就听说书。啊，所以老人跟小孩在一起，其乐融融啊，那真叫养老啊！啊，老人爱护小孩，因为都是自己一家人，同一个族的，啊，同一个老祖宗的，啊，所以看到童年，看到老年，就晓得中国古时候这个大家族有它的好处。啊，缺点当然有，缺点是不自由，规矩太大了，人人都要守规矩，啊，没有私财，不管你赚多少钱，通通要归公。啊，那么大家吃的都一样。啊，穿的也差不多，等于说是这个大家长的钱是由他来分配，啊，是实行共产，很有意思。你们如果看《红楼梦》就知道了，啊，《红楼梦》里是当家的是凤姐，就那管总务的，啊，所以家庭里头有一个管总务的。啊，所以你赚钱赚的少没关系。啊，你在家里生活享受是平等，大家是一样的。啊，赚的少，儿女教育费拿不出来不需要，家族来供养。啊，养老也是家族，你就不要操心。啊，他真的有他的长处，啊，人少年不怕失去，老年不会孤单，啊，不会冷漠，啊，真叫儿孙满堂，儿孙绕膝，哎，真有味道，啊，所以那个社会也是令人向往的。我们希望企业能把传统的家集成过来，发扬光大。啊，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国家了会有一天像古时候的盛世出现，啊，天下大治啊，啊，那么现在这个时代，科技一定要把它用到正面，不能用到负面，用在正面带给人类是幸福，用在负面带给人类是灾难。啊，科学技术是中立的，它没有祸福，祸福在人，看人怎么用它。啊，像电视、网络，如果用得正，把全国人民都教好了，好东西啊！啊，用在负面上，
把全国人民都教坏了。啊，工具没过时，问题在主持使用工具的这个人。啊，所以他要担当责任。他把小孩教坏了，他将来是无间地狱的罪业。那个罪好重啊！啊，你断了多少众生的法身慧命，账要从这里算，这还得了吗？你把人你教好了，你里头教伦理，教道德，啊，教孝悌忠信，这个功德就太大了。啊，生生世世享不尽的福报。啊，不但有福报，还有智慧。啊，主持媒体工作的这些人，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不是普通道理，啊，不是普通行业。是极大德的行业，也是造地狱业的行业。他们有当中就这两条路，看你自己怎么选。啊，所以这个要有智慧的选择。那么种子是清净缘，现行变成种子，所以现行是种子的清净缘。那种子是现行的清净缘，啊，这什么意思呢？啊，你比如说，桃壳是桃树的清净缘。那么桃树啊，是桃壳的清净缘。那树是树上长出来的，它们都是互作清净缘。啊，没有桃树哪来的桃呢？啊，没有桃的桃核哪来的桃树？啊，互为清净缘，这就是清净缘，有种子有现行。啊，好，下面这一条是阿舍王子。啊，这一品经上他是主人。啊，那么对他呢有个简单介绍。汉译本旧吴译本借作十阿舍世王太子。啊，阿舍世王太子就很清楚。窥基大师与所著阿弥陀经书辩明，如此称呼啊，乃指阿舍世王之太子，而非指阿舍世王本身为太子之时。啊，这个说得很清楚的。啊，人云，阿舍世王太子者，啊，这里头就两个意思出来了。啊，舍王身世啊，啊，阿舍世王做太子的时候，那就是太子本身了。啊，儿时由未疮未故啊，为太子来至佛所。啊，阿舍世王这个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啊，这个后头第二段就把这段念下去，经世不然。
若尔啊，应除王子，但言阿舍世太子，这就清楚了。既标王继太子，明知即父子明书啊。啊，过王是阿舍世王，啊，阿舍是王子，阿舍世王的儿子，啊，应该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再看底下，这阿舍世这一条。过王名是佛住世时摩切陀国的统治者啊，他为太子的时候听卧有提婆达多的话，用现在话的说，他发动了一个政变夺他父亲的王位啊，把他的父亲害死啊，所以这是造了忤逆罪啊，啊，杀父害母啊，无间地狱罪啊。那么提婆达多是佛的堂弟，也跟佛出家了啊，僧团里面不听佛教诲，专门捣乱、造作罪业的，就是他是带头的人。啊，在大乘教里面，提婆达多也是来实现。啊，为什么不实现反面？就像唱戏一样，舞台上他是唱反派的，演得很成功，很逼真。啊，是让佛制定戒律的。啊，没有过失的，佛不制定戒律的。他杀人，制不杀生的戒。啊，他偷盗在。制定不偷盗的戒，所以戒律都是这些人，他们过失，佛根据这个来制定戒律。啊，全是是负面的，啊，违背佛陀教诲的，啊，所以你看看，啊，挑唆阿舍世的太子。要他把他父亲害死，他做国王，他说我呢把释迦牟尼佛害死啊，你做王我做佛，兴王兴佛，阿舍世王的太子就真听从了，就真干了啊。净土经典观无量寿经也是从这个政变而发起的因缘啊，政变发生之后啊，他的母亲就是维提西夫人非常难过啊，母亲被软禁了，不自由了在宫殿里面求佛啊，佛有神通从空中来了啊，带着阿难来安慰他啊，这就是他深深感觉的这个世间苦，向佛请教有没有好的
这个佛的世界啊，没有这些卧室，佛就把诸佛刹土用神力示现，让他自己看，他看到了啊，看到之后啊，他就选择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他这个世界好，我愿意去往生，求佛教他怎样才能生到极乐世界。佛给他说《观无量寿佛经》啊，《观无量寿佛经》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两桩事情，一个是理论，一个是方法啊。方法说了十六种，叫十六观经啊，前面十三种通通是修定啊，后面三种没有能力修定，业障太重的人啊，修定有困难，那后面三种是教你断恶修善也能往生啊，持名念佛，我们这是断恶修善，要记住啊，断恶修善要从心地上下功夫啊，心善当然行为一定善，不会造恶业。啊，善心善心，念阿弥陀佛，决定得生了。啊，那么是这个是善心善心里头，信西方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这是善中的大善，没有比这个善更大的。啊，一心发愿求生极乐世界，这是大善，这是善心。啊，所以欧耶大师告诉我们，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你有信有愿的大善，真的，他到极乐世界去了。啊，还有哪个善能跟他相比？啊，一心专念。这是善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品位是念佛功夫的前身啊。欧耶大师这几句话印光大师对他的赞叹说，即使古佛再来为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就这样的肯定。欧耶大师，那么我们现在知道，印光大师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啊，那印光就是大势至菩萨，大势至菩萨之所赞叹，那是什么人？欧耶大师身份没有暴露，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要不是阿弥陀佛再来，肯定是观世音菩萨再来。啊，要不然，不可能解释的这么样的圆满。啊，文字并不多。确实无比的殊胜圆满啊，这是中国人有福啊，世世代代都感得佛菩萨降临在这个地方，
为我们做种种事情。我们自己要知道珍惜，我们把这段文念下去，为太子时，听卧游提婆达多的话。忧困父王，频疲娑婆。把父亲害死，他做了皇帝呀。继位之后，病吞小国，威震四邻。但因害父之罪，遍体生疮。也是苦不堪言。到释迦牟尼佛那里忏悔。真的改过自新，皈依佛陀，在也变成释迦牟尼佛有力的护法。由此可见，阿舍世王为太子时尚未皈依佛陀，故无量寿经中指阿舍王子，并非指阿舍世王。是阿舍世王的儿子。大宝积经，阿舍王子会第37。这是专门记载的。说二十阿舍世王所爱之子，名为狮子，与其同有500人居。借以去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过持种种床幡床幡宝盖，从王舍城呢往七度绝山，到如来所礼拜供养。由此可知，无量寿经当中的阿舍世王太子指的，应当是阿舍世王的儿子。大宝积经里头可以给我们做证明。那么这个地方第二个意思，佛说世诸王子已于无量劫中行菩萨道，过去生中皆佛弟子，今佛相知，过去生中曾经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这一生当中又遇到了，此表一切诸法不离因缘，故知我等今日得于此境，闻是净宗妙法，亦是多生以来蒙受粘土导师教化。这个粘土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我们跟着两尊佛过去生中有过很深的因缘，故于今日方能如是殊胜因缘。这个意思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也不是真正是泛泛的反复啊，不是啊。过去生中就跟佛有缘了，这一生当中遇到了，我们遇到是在释迦佛末法时期第一个1000年。释迦牟尼佛的法运12000年，
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啊，我们今天是一万年之中的第二个一千年。啊，第二一千年在前面。啊，所以非常幸运的，啊，我们能遇到这一部经典汇集本，又遇到的注解，啊，那汇集经的不是普通人，啊，下联句老居士。黄念祖老居士知道，他不肯输。啊，告诉我，时候还没到，现在还不能输。啊，可是有许多人说道，应当是普贤菩萨再来的。啊，那黄念老呢？黄念老是观世音菩萨再来的。能不能相信？可以相信。啊，不是菩萨来的，这个工作不是人能做得成功的。啊，前面曾经有两个人做过啊，宋朝的王龙书居士，了不起的人啊。啊，头一个汇集本就是他做的。啊，很遗憾，他只看到四种原译本。啊，唐朝大宝积的无量寿会是第五种本子，他没有看到过。这他是四种的汇集，不圆满。啊，清朝咸丰年间，啊，慈禧太后是咸丰的西太后，啊，那个时候咸丰还在，啊，慈禧太后还没掌权，啊，有一位魏墨深居士。啊，也是个佛学家。啊，他有汇集本。这个汇集本，印光大师批评的很多。我们在文章上看，很长的一篇文字，对他批评。啊，不是说不能汇集，他汇集的不当。啊，没有遵守规矩，啊，而且取舍也不当，啊，所以这个本子就没有流通了，啊，一直到下莲居老居士，这看到前人，他如何取信于后世。他用了十年功夫，不是很草率出来的。啊，三年汇集成，七年修订。啊，最初汇集这个文字，我们也看到过。经题跟现在经题是一样，啊，内容只有37篇，啊，现在流通的定本是48篇，啊，我们想最早他老人家想到的
37道品，把全经分成37品。后面再想到阿弥陀佛48愿，把它分成48品，增加了不少。这个本子比刚刚出炉的那个本子内容充实了很多，可见的它不是容易事情。在这么多年当中，这个本子争议的人很多，反对的人很多。我们坚持这个本子，依照这个本子修学，流通这个本子，深信不疑。释迦牟尼佛末法还有9000年，9000年能真正度众生、生净土、成佛道的，只有这个法门。最好的经典就是这一部，汇集本跟这一部的集注，黄念老用的方法，集注，集经论，祖师大德的著述，来注解这部经。所以在这个注解里面，等于说是把整个佛法都学到了，大乘小乘，宗门教下，宗门是禅宗，显教密教通通都有，全都学到了。下面呢，我们看经文，课题，见贤思齐。分为3段，第一段文殊欢喜，经文，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20王子与500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念老住得好，此王子与500长者，正是现在。念老是现在人，正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与当来一切寒林之典范。当来是世尊末法往后的9000年，这是当来。在往后9000年，一切寒林之众生，这个寒林有灵性的众生，包括佛经上所讲的有善根、有福德、有因缘，遇到这部经、这部注解的众生，是他们学习的好榜样。所以这篇经放在这个前面，不是放在后面。前面确实我们学过48愿，看到阿弥陀佛在因地这一段的历史，他怎样发愿，怎样建造极乐世界。20王子他们听到了，
前面讲经他们都参与了。那么此欢喜非一切世乐可比。这一句话了非常重要啊，不是一般讲的皆大欢喜啊，乃因弥陀究竟圆满，超世稀有之大愿而喜。我们在一切经里面从来没听说过啊，阿弥陀佛是怎么成就的？极乐世界不是凭空想象的，也不是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告诉他的，不是的啊，而是他有普度众生的大愿，这个愿非常稀有啊。在因地他的法号叫法藏，法藏比丘啊，他刚出家了啊，他有慈悲心怜悯心，看到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六道众生呢很苦啊，可怜呐！啊，生生世世世出不了六道轮回。如何帮助这些苦难众生离苦得乐啊，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啊，不是一般的苦乐像。世间自在王佛请教有什么方法啊？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佛告诉他，你要满这个大愿啊，必须要参访诸佛刹土啊，也就今天讲的考察，到十方诸佛刹土啊去看看啊，去考察，现在讲调查研究，取人之长，舍人之短，一切诸佛刹土里有好的你喜欢的啊，你把它记住，不好的你也记住不要的，好的采取。他用了五戒的时间，五个大戒这么长的时间啊，所有诸佛刹土他都去看过，认真考察，总结成四十八愿，这四十八愿是这么来的，啊，是他考察的总结，依照四十八愿建立道场，这个道场就是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造成之后。超胜一切诸佛刹土，一切诸佛世界都不能跟他比，他太好了。诸佛刹土里面好的他全有，
不好的它全没有。啊，这就变成诸佛世界里面第一道场，这么来的呀。啊，不是凭空想象的，有凭有据。啊，用现在的话说，非常合乎逻辑。啊，道场成就之后，感得，这个感是阿弥陀佛，应呢是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啊，四十八愿里头有一愿。希望道场建立之后，十方诸佛都赞叹。这个赞叹是什么？就是宣扬，替他介绍。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用现在的话说，没有原居民，这个道场好啊。啊，我们娑婆世界。有原居民，那个过去有七佛吗？啊，那么诸佛留下来这些包袱，现在佛要承担，所以难化了。极乐世界没有原居民啊，所以阿弥陀佛定的条件就合理了。啊，什么人可以去呢？真心、真愿、念佛。啊，也就是我们经体上的心地清净的人能去，心平等的人能去，觉悟的人能去。啊，这三种人，这三种人。分配在三途啊，念到清净心了，凡圣同居土，所以极乐世界没有一个坏人呐。那他条件摆在哪里？这个地方好教啊，不复杂了。啊，第二个是心地平等，心平等是菩萨，啊，三贤菩萨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方便有余土。那个觉不是普通的觉，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是化身菩萨生到极乐世界。他们住十宝庄严土啊，到极乐世界的享受，统统在题目上，题目是招牌。啊，极乐世界好在哪里？你看，大乘、无量寿、庄严，这是果啊。大乘是智慧。究竟圆满的智慧，无量寿是德啊，万德万能，万德里头第一德就是无量寿。你有再多的德行，要没有寿命，全落空了。所以寿命是第一德啊，它是真的无量寿，它不是假的啊，长寿天的无量寿。是有量的无量啊，四空天里面最高的飞翔飞翔出天，寿命多长？八万大劫啊，八万大劫有道的时候，八万大劫真长啊，有道啊，到了怎么办？到了不能再往上提升，就得往下坠落，对，
轮回麻烦了。啊，轮回决定不能干了，要把它认识清楚。啊，认识不清楚，依旧有意无意还会造轮回业，这亏就知道了。真正看清楚，真正搞明白，不造轮回业了。一心一意要去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造的是往生净土的业，这个业叫净业啊。六道轮回的业都是染业染污的啊，造净业才能得清净心，清净心得到了就有把握往生了，决定生净土。啊，经上一再教导我们：心净则佛土净。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净业成就的，也是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人清净平等觉成就的。理要是明了之后，就不会怀疑了。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相信的。往生的人多啊，啊，锅炉匠往生。地仙老和尚的徒弟没有跟人说，可是修无私的往生他亲自跟大家宣布了。啊，首先告诉两个老法师啊，谭虚那个时候是住持，定西是当家师啊，告诉这两位法师啊，他要往生极乐世界了啊，要求定西法师给他准备几百斤柴火，火化用。啊，定西法师问他多久？不出十天。啊，这就得到信息了。到第二天，又来看两位老和尚。告诉老和尚，我明天走。啊，赶紧给他准备，明天真走了。啊，这个事情是近代的事情，抗战期间的事情。我们要知道，不是假的。说明了他往生极乐世界，这能骗人吗？啊，我们在香港的三年前，王中昌去世，30出头年轻人，啊，听我讲经。听说《往生传》里头所记载的一些往生的人，一半以上都是念佛三年往生的。
啊，早年在台湾常常听我讲经的法融法师，住在基隆。啊，他曾经问过我，往生传上那些往生三年王是不是寿命都到了，问我这么一个问题。我说你要是都是三年寿命的，哪有那么巧啊，啊，这个讲不通。他说那要怎么讲，他有寿命不要了，他念佛功夫成就了，我还有寿命不要了，像银阔法师一样啊，阿弥陀佛告诉他你还有十年阳寿，十年之后寿命到的时候我来接引你啊，他说他寿命十年寿命不要了，现在要去啊，佛也接引他了啊，这就是三年成就的人不一定是寿命到的啊，二是怎么呢，寿命不要啊，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啊，他功夫成就了吗？什么样的功夫才有这么殊胜成就呢？功夫成片，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得到啊，不是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做不到啊，功夫成片可以做到。功夫成片就是一天到晚心里都是阿弥陀佛，没有杂念了，没有妄想了，啊，真的一句一句句通通是阿弥陀佛。你能念到这个样子，你就可以自在往生。啊，想走的时候，就求阿弥陀佛来接引，你真的去成。啊，这叫一心道啊，人人有份啊，如果说一心不乱，去的人就少了。啊，是一心不乱，就等于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啊，那就是阿罗汉辟支佛啊。他们往生方便有余土，理一心不乱是明心见性啊，像慧能大师一样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要念佛往生是十宝庄严土，这个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啊，为什么要破一瓶无明正一分法身，这是我们根本做不到啊！虚云老和尚活120岁，啊，得禅定，老和尚常常入定，有的时候一入定，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他得定，没有开悟。啊，所以像他那样的人要求往生净土的话，方便有余土，那个不得了啊！啊，很可惜虚云老和尚跟弥勒菩萨去了，他现在在斗舍天啊，将来弥勒菩萨下生成佛，那他们就是弥勒佛的弟子啊，就像释迦佛的目犍连呢、这样的学生啊，舍利弗、目犍连这样的学生啊，生斗率天难，没有老和尚那个定功去不了。
往生极乐世界容易，只要功夫成片就能往生。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一桩事情看作我们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桩大事，其他的要放下了，不放下就有障碍。啊，有障碍去不了就错了，这个机会不是容易得到的，啊，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在六道里头轮回，轮回百千万劫才遇到。啊，一定要珍惜。啊，所以他们听佛讲无量寿经，介绍阿弥陀佛，无比的欢喜。啊，因弥陀究竟圆满，超世西游大愿而已。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为弥陀圆证菩提，大愿成就而已。前面是讲因，阿弥陀佛发愿，啊，参学、考察、调研，这是因。啊，戒得四十八愿，这是总结。他的考察结果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圆证菩提啊，大愿成就欢喜啊，为弥陀证此究竟方便，以持名妙法普度一切而喜。这一句尤其重要，只有阿弥陀佛证得究竟方便。究竟方便是什么？幸运持名。还有哪个方便能够超过他的，能够跟他相比的？没有了。啊，禅算是方便，没有尽更方便。啊，所以幸运持名成为究竟方便。一持名妙法普度一切而喜。啊，幸运持名度什么人？普度一切，一切里面包括十方世界的等觉菩萨。啊，下面呢，往下呢，往下包含无间地狱。啊，无间地狱的众生，发一念幸愿持名，都能往生。这还得了吗？啊，我们在前面十八愿看过，十八愿是临命终时生念往生。啊，祖师大德注解说得更好。啊，那个念佛是最后的一念，断气，最后一念的时候是阿弥陀佛，他决定到极乐世界去了。啊，生念是念念相续。啊，最后一念往生净土，这个方法妙极了。男女老少，
贫富贵贱，贤愚不肖，人人一分。啊，只要你遇到了八万四千法门，遇到了，我未必当机。啊，我未必能修得成功。法门我未必能够理解。啊，不能理解就不能修。净土这个法门不理解可以修。啊，没有学过无量寿经，没有学过弥陀经。啊，但是他真正相信，真正发愿，真肯念佛，他就能往生。啊，这样的人念佛的人很多，决定的是。啊，李老师对于这样的念佛人非常羡慕。老师告诉我，他一生想学，学不下。啊，这就是什么？愚不可及。嗯，他是很愚，我们比不上他。啊，这个愚，他能往生。我们能想象得到，他往生的品位不低。我们一般人念佛往生比不上他。啊，为什么他品位很高呢？他专心，他没有杂念。啊，我们今天讲他头脑简单，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啊，到极乐世界非常容易证得一心不乱。稍微提一下他就到一心了。啊，到一心不乱，我相信里头有不少是离一心不乱，那就一下提升到十八图去了。啊，所以我们对于那些人呢，千万不能小看他，不能轻视他。啊，小看他轻视他有罪业。啊，他真正了不起。啊，一心专注，我们比不上他。啊，普度一切。啊，真正把这一句搞清楚了，我们在佛法上就真的放下万缘了。我什么都不学了，什么都不要了。啊，我就一句弥陀念到底，我就决定生佛果，将来成佛要跟阿弥陀佛一样，为我等于当来一切汉人，借以此法了，一度生死而欢喜啊！啊，通通得度。这些年来，奇异的现象太多。我们在初学佛的时候，啊，30年前，没有听说附体的，啊，大概最近10年才有这个事情。那刚刚听到的时候也很少。啊，我知道有催眠的。啊，附体的时候有没有见到过。
现在这些附体，国内国外，就到处都有，那么多。啊，透过很多幽冥界的信息，啊，六道的信息，啊，欲界天有，色界天地就没有了。这些信息里头有真有假，我们如果遇到了，要用智慧去判断信息或浅或理或法，可以相信啊。如情理法相违背，我们要小心不能上他的当啊。人会骗人，鬼也会骗人，不要被鬼骗了啊。至于我们应该怎样行法，不能依他的，这就是孔子的态度，敬归身而远之，远身不能跟他学，不能听他的，这个非常正确啊。行门这一方面一定要依经教，依佛菩萨的教诲，依圣贤人的教诲啊，不能依鬼神的话啊。依鬼神的话，万一要是错了，你找不到他，他不负责任啊，那个过失果报自己承担，与他不相干啊。这是我们对鬼神应该有的态度。并为我等呢，亦可辗转教导众生，普令度脱而息。你看他的一个实现，欢喜里面带着有这么多东西在里头啊。我们看到了这一段文字的记载啊，我们就可以学习啊，把我们所信的、所愿的、所行的、所知道的啊，告诉别人啊，愿意听的详细跟他讲解，不愿意听的、不相信的，念一句阿弥陀佛让他听见，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他的一听见呢，阿赖耶里头就有一个阿弥陀佛的种子了，下种啊。这个种子不要小看，这个种子叫金刚种子啊，就是跟极乐世界有缘啊。念佛人要常常播念佛的种子啊。我在早年参加大专佛学讲座啊，我也教了几年。那个时候虽然学生学佛了，还害羞啊，怕人知道他学佛，认为那是迷信啊，不好意思啊。
我说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是误会。你真正了解佛教，你非常欢喜的，他们错误不了解，产生误会，要替他化解，这功德无量啊！你就度了个人啊！怎样普度呢？手上带串念珠，别人一看念珠，他就想到佛，就想到阿弥陀佛。你看，就种善根。还有学校用的课本，学生都写上名字。我说你这个课本呢，不要写你的名字，写阿弥陀佛。同学老师一看阿弥陀佛，你看，他不但有印象，他还念一句了。这就是度了他了。善巧方便的，还有善巧方便的。我在香港讲经，那个时候每年到香港去一次，讲一个月。夏天，他们都穿起这个衬衫 T 恤，印那些花纹，妖魔鬼怪都有。我又看到了，我就告诉他说：“我们也做一批，把经文印上去，把佛像印上去。”他说：“这个不行的，这个人家穿着汗流汗呢，不恭敬呢，在洗的时候也不方便呢。”我说：“佛不忌讳这些，这形象，佛度众生要去。这个衣服穿上，街上走一道，度多少人啊？”我们要重实质啊，不要讲求形象啊！我们的心不是侮辱佛法，不是侮辱这个经句，我们是借这个方法来把它发扬光大，让社会大众各个人都晓得，每个人穿上衣服就是佛教的宣传员，他替我宣传。这个风气也传出去了。这些年来，我们看到衣服上，这个手提包上带上的时候，都印的很多，尤其办活动，送这些法宝戒云，这些袋子，统统都印上。我还教这些做生意的人。因为听众里都不少，从事于商业的，他们有店面，常常做广告，在电视上做广告，在报纸上做广告。我说你那个广告上面加一个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功德了，不知道加多少倍也，不要花钱吗？那个广告算版面的，我这一面的时候，我愿意多写几个字没关系，就写个南无阿弥陀佛。你看，广告也做了，佛也宣扬了，方法可多了，电视上打广告。广告人看了，上面也加一个阿弥陀佛。你看，不花一分钱的功德，他忘掉了。你加个阿弥陀佛，他不会收你多少钱吗？他版面那么大吗？同样的价钱吗？为什么不写南无阿弥陀佛？我教过很多人确实我有看到报纸上广告里头有写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啊，早年在电视里也看到过，有过那么几次，啊，要坚持，永远不间断。啊，电视台靠广告，常常拉广告，你就不要忘记，广告上有南无阿弥陀佛。普林度脱而喜，是故此喜世所未有，故曰大欢喜。这个欢喜，世间人没有啊。啊，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持花功夫，啊，见佛。要供养啊！啊，在斯里兰卡，诸位看到了，我们见佛一盘花，啊，供养，啊，香花供养，不在多，啊，很多的时候，这一盘一个人抓一把，啊，供佛，站在佛的旁边，啊，这个坐看的旁边。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我们看念老的注解，盖宝盖，这也是供佛的啊，以献佛，作礼是礼拜。礼敬供养，表忠心尽心，故上注句表至心信仰。都是从欢喜里面流露出来的啊，至心真心真诚到极处叫至心啊，不是半信半疑啊。学佛的人半信半疑占多数啊，半信半疑，没有把握往生啊！我们自己要知道，自己这一生决定有把握往生，那就要至心信仰，要是爱好，真正欢喜啊！首先要真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真正有阿弥陀佛，不能有丝毫怀疑，这才叫真心啊！一心想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做阿弥陀佛的弟子，这个人决定得生啊！为什么？什么理由？阿弥陀佛会喜欢你，因为你本来是佛，你自己不知道，阿弥陀佛知道。啊，理搞清楚了，怀疑就断掉了，不再怀疑了。啊，这比什么都重要。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